一个摄影机，然后拍你一整天的生活情境。所以一楼也有一个。对，一楼也有一个。拍他外出。对，外出啊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啊，我可以外出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就正常正常的。工作人员他到楼下，我们先下去接他，然后我们再上去帮你接电。现在还没有开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现在没充电。好 ，OK。嗯，那我帮你开门，我再等一下。好。工作人员与经纪人一起串通，凯莉梁发生火灾的一天准备开始。三、二。一，开买啦！送气完加速，现在已经不是危险，车关灯安全门后头开。哇，真的好像哦，这很浓哎！哇塞！哇！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妈妈你走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，真的吗？好大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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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带行李箱，哇哇，好专业，还演昏倒，太快了吧！你叫什么车？这个时候叫披萨就过分。这很舒服，这很舒服。你们到测试火灾来的时候，你就带什么东西出来？我，他给我晕倒了，他给我晕倒，真叫我不倒。不对接你懂吗？啊，我们现在要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没收，拿到棚内。你现在穿怎样，棚内就要穿怎样。这个我这边吗？别凯莉逃难进场啊！哎呦，哇，全武装！来来来来，你自己演的，我演。哇，你在这哦哦。蛋蛋带的东西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手机，来看一下手机还有什么？拿来报警跟当手电筒。哎，然后还有泳镜、蛙镜。带蛙镜干嘛？蛙镜。经纪人那时候说外面烟很大，烟很大，然后想说这样可以保护眼睛，可以看得到，是吗？然后还有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啊？猫咪，就这个就猫咪咯。对，还有安全帽。但养猫有些猫哦，一受到惊吓抱不到，它跑找不到它，你完全抱不了。我的猫刚有跳走。那你要是养自己都养不活，你还养猫啊？对啊，我不能半途而废啊。哦，不能弃养，半途而废。是是是，啊，他的助理没有来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有来。哦，不过因为猫不好控制啦啊。对。啊，你还带了一大堆的那个猫食。我还带那个，我刚刚听到说鲔鱼罐头。哎，这个是鲔鱼罐头。
刚好就是猫可以吃，我也可以吃。哦，这个还蛮好吃的。嗯，哦，好多哦。这算罐头塔，会不会就还有啊？会不会只有这个啊？是是是，来介绍一下，不吉利。这些好，刚刚那个凯那个场景啊，就是说是在房间里面其实是安全的，在房间的门外面是浓烟，所以如果刚刚的话呢，也是建议你就是说关门就可以了。就不过因为打开门之后，它烟气没有很浓了，所以你采取逃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一个看。第一个手机部分 OK， 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报案，对，这是 OK， 因为大家几乎都有拿手机嘛，这是 OK 的。是是是。那第二个，猫的部分也是 OK 的。罐头是就生命嘛，哈，生命对。啊，罐头是一开始就在里面的吗？没有，我后来有带着去抓的。哦，那其实就不用带的了，不要浪费那时间了。那再来我要讲到三个重点，来，第一个就是说外面像刚刚经纪人昏倒是因为吸到一氧化碳啊，浓烟的一氧化碳窒息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首先呢，这护目镜呢，它也许可以暂时帮你挡住，就是眼睛那个，但是你问题是你还是会吸到一氧化碳，对，你还是会窒息，对，这个没有用处，没有用处，就是眼睛会稍微眼睛只是要看路啊，对。那在浓烟里面，其实以消防人员来讲啊，有时候我们浓烟很浓的时候，我们消防人员全副武装，手在这么近还是看不到，能见度极低，就对，黑成这样，所以窒息嘛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因为你盖起来的话，你还是浓烟，你还是会吸到。这一支啊，因为你出来的时候你就是浓烟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灭火器它要灭火的话，它必须要打到那个火点才有用。所以它是外面火灾嘛，对，特别不晓得在哪边啊。你拿的一支你也没有用，打不到火点，而且这是非常的重。火点，基本上已经整个火势已经有浓烟密布的时候，火势都已经非常大了。那时候必须靠消防车才办法灭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就严重拖慢你的速度。因为你看像刚刚他说，就算他拿这个他也不会用，因为一般民众所以就不要用了。很简单啊，这个把消防车。插销拔出来，然后按这个。如果不会用的话，连带都不需要带。对啊，因为很重，只要你拉出来之后，你压着，然后它自动就喷出来。没错，很简单。这种东西的设计一定是这个傻瓜也能用，最简单的，越简单越好。哎，阿力仔，阿他这个带这些东西，对啊，我以为我会很厉害。这些东西因为至少基本上都是朝保护自己啦，还有的方向，所以说正确的哈，精神可嘉，所以就是我们到胆大心细。刚好，来，请坐，胆大心细，可以说。大家胆大心细啊！你是中了美人计了吧？你要不要吃罐头？好吃吗？真的？不要来！不要来！没事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坐坐坐。对，还在那边。快点！什么东西啊？内裤啦！有了一条，没洗过。看起来就没洗。行李好小一摊哈，最近出国都是在工作，对不对？去了几个国家？我去了越南、日本。等一下，马来西亚。你是鸡同的？不是，我要跟你们说，办事的人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很厉害，就是他们，就是那个是杨森达跟张立东有推荐给我这个。张立东推荐的，你信？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有一次。等一下，你出国带这个干什么？这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你是开坛的。不是，有一次我去越南的时候，就是莫名其妙搞到行李不见，然后其实那时候很奇怪，就是行李明明在同一个地方，但还是不见，然后心里就毛毛的。我后来跟他们说，就是出国要带这个，就是可以保平安。这张立东卖我的。给我卖你，他还有点收钱。他卖多少钱？他说原价好像是，他有说是大概3000多，我买1500。张立东，你没有把他钱还给他，加倍还给他，我就砸这个砸你的头。不是张立东自己有没有带？不是，你看这多重啊！哇塞！你是坐商务舱以上啊？哇，好沉哦！就放行李箱就不会很重。哎，我们下礼拜把张立东叫过来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一集的主题是殴打，对，不是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去开团。你看拿这个有没有？再拿箱有没有？比较怕，带这个不是带那个干嘛？这个是就是像去出国，然后马来西亚或很多热带水果，可以切水果啊。你不能请别人帮你，不是你回饭店的时候也不好意思麻烦饭店人员。就可以在外，不是好没关系，你带砧板，但是现在有那种比较塑钢的那种薄的，小的，你带那个不好吗？
但我没有想要买，还没有要买新的。哦，因为它节俭。那请问，不是节家里带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带箱干什么？这个就是他们一起跟我说的。所以你个人现在会帮人家收金的？不会，他们说这个要就是放三根在饭店。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。我告诉你们哦，就是很多人呐、啊，就是认为说，就是一进了那个饭店，你会做了，其实会做一些很多余的动作，其实是不行的。嗯，尤其是有些人，你说撒一点点盐，其实也不用，你应该先敲门跟他讲说，我要来借住几宿。嗯，好，如果你讲究一点，你可以撒一点点粗盐或者海盐。但是千万不要撒米，为什么？或者是点香，或者是拿出一些什么那种，嗯，因为这样反而会招来，不是那个会让它肚烂。对，就等于你我一到你家，我就先给你一巴掌，出去，你什么心情？而且像撒米这种东西是其实是要道行才能做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就是很诚意跟他说对不起，我来借宿几宿，如果还搞不定，就换房间。因为你拿出香来，你一点这个东西，你不知道招来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记得啊，这个没有要点。还有上飞机是可以吃东西的。你带这个干什么？太热了，就最近太热，而且都去比较热带国家，就要带这个，不然会中暑。这个在沙滩还不错，不然会中暑。夹在那个躺椅上面是行动电源，行动电源不能托运哦，不能。不能托运，炸掉一个，不能托运。上次在那个行李箱炸掉，这没有骗你，不能托运哦。好，不是，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、啊，人生晚长，所以有在帮人家检查。不是这个很实用，就是你有时候到外面会认马桶，或是太紧张的时候，啪嚓啪，这以防万一啊，以防万一。这个还是少用吧。对，这个用久了，我跟你讲，用久了会那个松散。对。憋不响的时候都哗，对，很受控制。这里面有人，这里面，快点快点，什么东西啊？内裤啦，有啊，一条没洗过，哎呀，看起来就没洗的。不是我昨天刚洗呀，刚洗怕什么？湿的还湿的，湿的。下来的吧，不是没有晒干，还没有晒干，我很害羞了。啊，这个不能怪他。那个胸贴啊，这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你一定要，你这个，我的老天爷，习惯性走光，而且你要大版的吧？你没有带换洗的衣服、啊，他不换洗，他就这样，他就靠那条内裤啊。哦，对对对，穿不干的嘛，就大家收工了嘛，他就到海里，我洗个澡。没有，可他的重点就是下礼拜把张立东找来，对对对，他骗你的钱，3000多块哈，可是我觉得你真的三百年不用带，好不好？好重哦，以后出国问我，以后出国问我们，不要问那些王八蛋。但其实我也很少出国。